兔子姐姐，云朵乐园有虫子该怎么办呀？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虫子？我要下去看看。兔子姐姐召唤了火烈鸟，火烈鸟带着兔子姐姐来到了陆地。啊，原来土壤里长出了一颗这么大的藤蔓，虫子都是从这里爬上去的，我必须要想办法解决。啊，有了。这个办法一定可以。兔子姐姐拿来了锯子，藤蔓吸走了锯子，变出了尖刺。这个办法好像不行。有了。挖掘机一定可以把它挖走。兔子姐姐开了挖掘机。藤蔓吸走了挖掘机，长出了很多触手。好可怕，好可怕，该怎么办呢？有了。兔子姐姐用绳子套住了藤蔓。他加足马力往回开。哦，绳子断了。呀，该怎么办呢？有了。我要把这些南瓜做成南瓜怪。兔子姐姐把南瓜怪挂到了藤蔓上。这下虫子一定不敢爬上去了。虫子果然害怕南瓜怪。可是云朵乐园上还是有很多虫子。兔子姐姐召唤火烈鸟。嘿，我们一起去赶走云朵乐园上的虫子吧。送你们一些小礼物。嘿，兔子姐姐给小虫子背上了降落伞，让他们回到了地面。兔子姐姐又可以继续玩耍了。嘿哈，拜拜。请看下一集。